趁着学校假期，三位大学学生来到疫苗接种中心排椅子，尽量跟来接种疫苗的大众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就不要太靠近他们。一开始觉得其实还蛮简单的嘛，其实你移不了嘛，移只要把它归顺整齐就好了。可是其实你只要往远的一点的地方去看的话，其实你是会看到那整排椅子是歪来歪去的。保持一米的距离还要排列整齐，看似简单，实则不易。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一技之能，但在这个国家面临危险的时候，我能作为一份子帮助这个国家做出一小小部分的贡献。Hello， 哎，伙伴们，我们拜五见啊！深爱不露的 PPV， 7:30集合。OK， 记得带你们的飞血的面罩啊，姐啊。拜。好。到时间，拜拜。防护镜的背后是一双双年轻坚定的眼睛，在不同岗位上协助民众接种疫苗。因为以前都是和慈善伙伴们一起承担的，所以这次我当然也不会忘记他们，就邀他们一起来承担。然后没有想到说大家都 OK， 会这些所谓的电子啊或者是三语的问题，我们都可以帮事故师伯们减轻这个问题。除了疫苗接种站，社区里的食物发放也有他们的身影。善用良能，也让年轻的生命发光发亮。大爱新闻侯佩斯、林彦君、杨文辉，马来西亚报道。